这家的高山老树猫山王还有它的 D24 都不错，它的价钱虽然比别人贵了28仙，可是它的猫山王是在高山生长的，而且还是老树，最重要是它还有 free delivery 到你家。不要问我它是哪一家，因为我没有收广告费，所以也不想帮它打免费的广告，你们自己上网找一找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这样子的，是那个老树猫山王，好大的一粒，我们看一下有多少 kg， 小心，多少？有一株了，二点多 kg。OK， 我们看另外一个，这个是他们说这家卖很好吃的 D24。哦，你生病不可以吃。我们看一下有多少 kg， OK？ 这个有多少？手放下来。差不多1.8。等下我们开来吃，谁要吃榴莲？哇！请问怎么过来的？这个是D24。要什么？我要吃这种现开现吃的会比较好。这是黑，那个是什么？D24。他们也有卖黑刺，下个月跟他们买看看他们的黑刺好不好吃。